我身上的业障有多少？我现在身体很不好，你能帮我看看身体吗？48，不要讲了，业障多得不得了。好的，我一定要，我要每天念5遍礼佛，够吗？够了，好了。好的，好了，自己要干净，自己要干净啊。好的，心要干净，身体要干净啊。好的，好的，师傅，我的身体不好，就是说胃老是打嗝，然后放屁，这样是什么原因呢？这个是什么原因啊？这就是肠胃不好呀，内分泌失调啊。那我要怎么样注意呢？怎么样注意？第一，吃东西不要吃的太多。第二，啊，吃东西的时候思想集中，就吃饭，不要去想其他的。明白了吗？否则会不消化。第三，好，吃饭的时候你把空气吃下去了，就会有下风。以后不要讲那个两个字很难听的，叫下风，听得懂吗？好的。啊，好了，听话一点了，真的还做妈妈。师傅，我36岁的关过了吗？我女儿梦见我死了。这个劫呀，你现在36岁过了不啦？我还有一个月就过完了，3个月了。我这个节我学了108张小房子。过了，好了。就是摔那一跤，对吗？对了，过了，死不掉就是。好的，好了。师傅，我一定要好好